罗云熙爸爸老板小鱼仙官，家庭合照父子颜值双双在线。近日他和陈玉琪主演的《月上纵火》正在热播，古装剧迷们在看的同时吐槽造型与之前的润玉形象太过相似，但认真追剧下来，观众发现闭眼乱黑的人太多，剧情还是可以的。并且罗云熙的这个上官透与之前的人物性格有很大差别的，罗云熙的演技还是毋庸置疑的。前几天罗云熙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他和家人的合照，大家这下理解为什么他的颜值这么耐打了，因为家庭基因实在太好了。罗云熙穿着剧里的衣服，头发还是长发挽起来的样子，爸爸穿着黑色衬衣，头发两鬓有点白发，但是发型还是很时髦，而且背着一个小包，姿势也很霸气，看起来精神很好。经常有说法是儿子一般都是随妈妈的颜值，但认真看来，似乎罗云熙和爸爸更像相像些，这样幸福的家庭才是罗云熙这么阳光的原因吧。毕竟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影响一个人一生呢。经常可以看到罗爸爸和罗妈妈去探班做美食，